点，因为因为是没有六星，六星之后那个直接点爆他们。根本把女神化身打入下水道。要干嘛？村民指定地点。我超想要 AOE 的。轻松又写意的勝負をつける時が来たな。そうだ。 AOE 关卡まだ終わらないよ。はいよ、全部まとめて俺に任せろ。那个必须要去哪里？你应该要习惯 NPC 会乱动的习惯。那个就找到就很难预期哈、啊。遅い。全力で行け。ご指示ください。已经不是第一次。走了，行きましょう。还有哎，我也没了。在，好在。而这个蝙蝠被我吸进来之后，反而它就安全了。何かお手伝いできることありますか？大掃除の時間です。你有提早叫醒。そうだ。我直接去凑，没怕了。全力で行け。よし。勝負をつける時が来たな。我是打到最后就突然蹦出一堆敌人了，这彩蛋。没有，我的已经被你逃走了。ご指示ください。はいよ。ご指示ください。当初我打的时候才想怎么很轻松。最后那颗就出来了。你就被骗了。这好轻松啊，就被骗了。よし。勝負をつける時が来たな。把讨厌的那个章鱼弄掉就可以。
应该有防线才对。ご指示ください。他应该是踩到某个点之后，他就会触发。但我应该是没抓到。全力で行け。理论上应该是踩到某个点就触发了。行きましょう。よし。お。ご指示ください。え？もう私の番？ご指示。行くぜ。而且我刚好那个格子刚好又是那个蝙蝠，蝙蝠会直接被我拉下来的。还有，就他在，所以那个是意外。断到了，就是他刚好站在蝙蝠边缘，被我是乖乖往上。蝙蝠是直接被我拉下来，就是他就爆了。